好缘，发生的就是好事。如果觉得很幸福，就更认真做慈济。我们所有的简报都会传给大家。那现在呢，我们即将到跨国团队爱的共振，所以马上到马来西亚的郭玉梅师姐，她总是用英文来写给我，我非常的开心。玉梅来，感恩您。而我的影像会搭配是他们云端同学会的影片，哇，就看到更多。来，玉梅请说，谢谢你让我的英文进步了哈，感恩。感恩美韵老师给我这个机会，今天来分享我的心得，参与这个读书会哈。首先哈，我很感恩，因为科技的关系哈，自己不是很熟，所以有早期的时候会遇到一点麻烦这样，因为我需要我的侄儿来帮忙读给我听，然后我去翻译哈。那时候说这很麻烦，就是想说放弃，然后听到。美云老师有说，我们不需要很厉害还来开始，我们一定要开始先还可以厉害。但听着听进去这个一句话呢，就让我走进去这个高雄读书会，很多那个满满的收获哈，它增长我的那个信心。然后哈，我从来不看中文台的。因为如果我看中文台，我需要有那个英文字在下面，所以在这个高雄读书会呢，我学到说，原来大爱机场啊，还有那个大爱新闻啊，现在我一路每天都有跟，很感恩有高雄线上读书会带我进去这个这样美丽的世界哈，让我的世界有多姿多彩这样。然后我用这个哈，我所学到的跟我的朋友分享，他们很惊讶说，为什么我的中文现在可以讲到这样好，然后他们说你以前一句话都不会讲的，也不会看，我很感恩。我说因为我现在有参与每个星期三高雄线上读书会，让我有做一点功课，然后我很给美云老师还有所有的那个讲师他们给我那个力量，给我那个正能量来学习，因为他们的分享。很让我的世界好像世纪的四大事业哦，可以一站学习的中心，让我可以摸索三个小时里面可以学到很多，让我可以看到，然后我可以带进去我所学到的，在我的朋友里面，在我的社区，在我的YouTube， 因为我每个星期三有写一点东西在 YouTube 哈，在高雄，所以有人请我去那个英文新法乡的国那边写，很多人反映说他们不孤单，有人这样，所以我很感恩，因为是高雄读书会线上读书会教到我这样多东西，所以我愿意走下去，要做那个小小的萤火虫，我愿意会努力参与多一点别的英语在高雄读书会的。现在我不需要看英文字了，我可以看中文很好，也可以讲华语，我不用英文字来代表，感恩。好，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我祝福高雄读书会九岁生日快乐。好，非常感恩。感恩。好的，他们好几位从看不懂中文，现在一年以后看懂中文了。好，就是这样子，你看不懂中文还要口译，你看这中间有多么困难，但是他们没有退却。但是也因为他这一次他写来的是英文稿，我第一个看到他有要放弃的那一段，我就把他圈起来丢给他，我说原来你有放弃的想法这样子。好，现在我们一样是马来西亚的王美玲师姐，她本身会看中文，感恩，谢谢美玲。来，好，感恩美玉老师。首先祝福高雄线上读书会九岁生日快乐。然后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王美玲。那一天因为有感而发，做了承担功能大概两个月之后，有感而发写了一个叫《不自量力的威力》哈。因为在高雄读书会上，我想到了上人说，不自量力的。创办慈济之后，有了四大事业、八大脚印，传遍世界各地哦。那么，
我的缘起是黄小青师姐，她是一个不孕中文的慈济志工，很发心的慈济志工。每当她接到福田的时候，她需要资源，尤其是翻译功能的时候，她都会找我。所以她每次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她都会很精进的去克服这个困难哈。那当她邀请我来承担这个中英马来语笔译时，我当时没有多想，我就答应了。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有很多志工其实是不会中文的，所以因为他们读的是所以他们不明白上人所说的法，所以志工如小青师姐郭一梅以及多位师姐们哈，他们从小的教育也是非中文媒介，所以他们是不懂中文的，但是他们对于法的殷切渴望启发了他们勇于承担翻译这一功能，因为他们了解翻译可以自利利他，所以呢就邀请了很多菩萨来跟这一份福田。他们这一份精神让我想起了上人说的不自量力的精神哈，因为上人从一开始到无量的创办慈济，看就是这就是无量义经嘛哈。那我也看到了这群菩萨们他们的毅力、勇气和精进，是然后这三者具备的威力所爆发的威力实在令我很震撼。那在这里我也要感恩有几位马来语很一级棒的退休老师们，如陈正立、黄新才、陈美蕊等他们加入进来帮忙我们提升马来语的翻译功能。他们就好像良师们不忍心看到好学但是成绩比较不好的学生们，用心的帮助他们成长。承担大概两个月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不自量力错就对了的威力。中英马来语笔译组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33位还在增加中的组员了哈，现在还多了一组淡米而已，由3位马来西亚的印一菩萨们发心利用翻译好的马来语稿去完成任务，组员们从座中慢慢磨合互补彼此的不足，然后圆满福田。在这里我们都有共识，笔译能够把法传得更远，助更多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会加油的。然后在这里也祝福大家。好，谢谢我们美玲师姐哈，的确这个团队马来西亚让我们非常感恩，这也是又最近给我传来的好消息，说他们愿意再加入客语口译。课余口译哦，而且今天早上给我说，他们已经找到10个人了，就是这个团队，小青、玉梅、瑞山、美玲，还有好多丽丽，谢谢你们了。从不会，好几位从不会看英文、中文，然后现在已经会看中文，所以现在又加入课余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到日本了，掌声欢迎日本的静慧跟小平。好，谢谢，是好，我们。高雄线上读书会全球书友大家好，好，你的简报要全荧幕，能够有静慧，你的简报要全荧幕哦。好，是，好，很开心能够有全荧幕静慧跟全球家人来分享。亲爱的静慧，亲爱的静慧，你没有全荧幕早上测试非常好，你把那个漏斗，对，你要开到全荧幕。现在已经是全荧幕了，对不对？没有，真是没有。现在没有全荧幕。对，你下面有一个漏斗，你把它打开全荧幕。对，是，你现在是分隔的状态。好，那你赶快让它全荧幕哈，让它能顺利。那我也在这边讲讲话，眼睛也看着你有没有全荧幕。赶快，你用速度动作快一点哈。那在这边的时候，我也要特别赞叹一下，就是这个日本团队，从他们非常的担心害怕，到现在他们是应该是最精进，他们每个月排共修，而且是在我们高雄薛美玉师姐也加入陪伴他们哈。好，已经全荧幕了，感恩，请继续。好，那首先呢，要感恩美云老师，还有呢，感恩全球的书友啊。我们日本队呢，是从5月22日开启了善因缘。
那加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一路上呢，其实我得到了无限的感恩，还有得到了四个惊讶。那首先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惊讶就是这个团队我感觉带来好姻缘不断啊。5月22日听到了团队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那自己心想身为净师弟子那一定要做些什么，结果很不可思议的，那天晚上5月22日的晚上呢，就接到了素昧平生的美云师姐啊的 LINE 的联络。那当天晚上呢，就成立了四个人的团队，因为一念心就开启了这样的善因缘。那我们从四个人出发，那到七月的时候增加到八个人，那透过了小共修，还有透过了我们的示意，慢慢的大家有了信心哦。刚才美云老师有提到，我们真的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信心。那十一月的时候首航哦，战战兢兢的首航。到十二月的时候呢，我们决定哦要加码第五周，那也慢慢的邀约到更多的人，成立了两个团队。那想说用这样的一个荧光之力哦，人海战术来互相给力。那第二个惊讶呢，就是发现这个团队哦，效率真的非常的好，愿力无穷哦。在22号一念心跟美云师姐接上了轨之后啊，23号美云师姐呢就邀约要线上相见，就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来讨论跟邀约哦，同时跟资深的家人相见。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跟资深家人相见的时候呢，资深家人分享说啊，慈济的事情如果都是准备好了才开始，今天就没有慈济。那也谈到说啊，慈济的事情总是问，不是问呢愿不愿就是要不要做哦，而是问该不该做。所以呢，像资深家人的心语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力量，这样的一个分享到现在呢，都是我们在很克服很多困难之后的一个动力。那第三个惊讶呢，就是说我们从十一月的时候口译组成立哦，慢慢的呢，十一月那一个月好不容易首航了，结果十一月美云老师邀约广发英雄帖要成立笔译团队。当下其实我心里面是想，这件事情应该至少要三五个月慢慢来想办法吧，我们好不容易才站稳了。结果没有想到十一月的时候笔译团队就邀约到了八个人，现在呢笔译团队是16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团队真的好惊讶，一人一点力，荧光变大力，我们的团队就可以这样慢慢慢慢的成立了。第四个惊讶呢，就是我也要很忏悔哦，就是美云老师会邀约大家写善效应。那我记得呢，刚开始的时候收到美云老师的邀约，心里面还是会想好麻烦啊，因为呢想说翻译呢不就是在幕后吗，那还要写善效应，真的还蛮麻烦的。可是呢如今回首啊，去年一路这样子走过来，自己的成长，团队的成长，点点滴滴的感动感恩与成长，都在这些善效应里面可以找到自己的轨迹哦。所以这样的一个好麻烦，现在觉得好感恩，真的好感恩我们的高雄线上读书会，感恩美云老师哦。那2022年开始呢，我们笔译口译团队开始接轨，希望呢让善的力量呢能够共成，能够再加大，先求有再求好，还要再求长长久久。所以呢，这是我们比那个口译团队笔译团队简单的分享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伙伴，这个小平师姐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点点滴滴。好，请美小平师姐感恩。大家好，我是承担日语比喻窗口的小平。那首先祝福高雄读书会生日快乐。然后其实加入慈济之后更体会世事的无常，其实我就会去珍惜当下的因缘或机会。那我原本是看到那个英雄帖说好好，我要报名参加笔译者就好，结果突然接到金惠师姐的电话，她希望我承担窗口。那想说应该是一切都是好因缘吧，就一句话就好答应接下来。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笔译组从成立到现在的一些幕后点滴。那我们日语组就是像刚才金惠师姐有介绍，是由跨国跨区去组成的。那每位志工都有已经承担的那个志业内的功能组，那也有自己的家业跟事业。
所以因此很感恩大家愿意把握因缘来付出。自从我接了窗口之后，就会想说，要如何让工作分配会比较顺畅？因为大家都很忙碌，所以只要有团队的团队刚成立跟新志工加入的时候，我就会私下赖他们，问他们每一个人可以协助的时间。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就只有周末或假日可以协助翻译。那有的人因为工作啊、学业啊，或就是只能两周一篇，或者是一个月一篇，或者是说他们会害怕，然后说，我只能接那个协助短篇的部分。那有的人是因为月底月初可能比较忙碌结账，没办法协助，所以我都会把它 memo 下来。那接下来就是对于每一位新加入的志工啊，我也会去试着了解他的一些背景，比如说，他是不是已经慈济的受证的慈诚委员，或者是他只是社区志工，还有他可能完全都不了解慈济，只是因为有日语能力就被找进来说，我可以协助翻译这样。但是都很感恩大家的发心，这些背景都是成为我作为那个工作分配的考量。比如说善效应，因为善效应跟一些导读内容有比较多慈济或佛教用语的时候，我就会先问一些受证的慈诚委员志工愿不愿意翻译。那对这些慈济背景不熟的，我就会给他尽量以就是大家一些感想为主的善效应，或者是鼓励他们去承担看看，有任何语会都可以跟我们讨论或跟老师讨论这样子。所以从去年11月开始到现在，很多志工他们在翻译过程都会去分享，也会提出问题，因为大家都有那一份想要传播正确的法，让自己慧命成长的那种责任感。所以我其实很感恩那个静慧师姐的协助跟串联。所以我们笔译组跟口译组就是讨论之后，就是从今年开始就是一个月要共修一次。那透过边走边调整以及大家的互相协助，希望大家能一起成长以及变得更厉害。所以最后就是，这也回应到美云老师一开始给我们的名言，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但是你要开始才会很厉害。感恩与各位家人一起共鸣，加油，感恩。好，非常感恩我们的日本的团队。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直接要跳到泰国，并且请还没有分享的家人时间加码，速度加快哈。感恩，来直接到泰国去。来，好，因为还在找他们哈，所以我这边讲一下金门的江林琴，他非常赞叹云恩惠与景惠师姐的优秀，一切优秀美好都是美云老师的督促坚持下来。好。非常感恩哈，这里也有人赞叹我们的软心哈。好，他们已经上线了，来泰国锦叔带着笔译团队呢跟我们结缘九周年的，请大家拿起这个九周年九颗姜黄 Q 软糖，来自泰国笔译团队的爱，感恩。好，来锦叔。大家好，我是泰国。大家好，我是泰国吕锦淑，祝福高雄线上读书会九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久久长长愿力行，多元丰盈幸福双赢久久长长。很感恩能够成为高雄线上读书会的一份子。姚仁禄核心经济长曾说，成为品牌就是大家都说赞，现在高雄线上读书会就是读书会的第一品牌。很感恩哦，在九个月前秋雨师姐接引，很荣幸得到美云老师的邀约加入，成为文编团队成员，搭上高雄线上读书会这列云端快速成长列车。这是一个让人见贤思齐，不知不觉想成为超人的平台，因为让人勇敢的腾空超越，却不会害怕落下，因为暖如春风的团队随时都会稳稳地接住我们的变化球。感恩九个月来美云老师和团队给锦叔机会不断的超越，再度加码泰语笔译团队和跨国导读团队，高雄线上读书会随时有满满的机会，邀请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在高雄线上读书会能深刻感受到上人说的，慈济有的是因缘，一定要把握因缘。高雄线上读书会就像一个不断滚动因缘的奇迹制造机，就像笔译团队10月23日上人辞世成立笔译团队，11月1日美云老师就发出号召，到现在已经有19种语言，每一个团队都像朵莲花开展出一生无量的还不确定先美好法缘，
这里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在泰语团队的成员中，皮亚农将军因为他癌细胞扩散，一直期待在疫情结束后用最后一次飞行的力量回到心灵的故乡见上人，向上人道别、道哀、道感恩，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想。当上人行脚到高雄时，美云老师意外争取到温馨座谈的机会，老师很暖心的特别安排，让皮亚农将军没有遗憾，圆满了千山万水的小诗情。而这一章是在辽国发放物资时附上泰文近思语，因为辽语笔译团队窗口陈振辉师兄，他同时承担辽国物资发放工作。师兄他诚心的希望辽国人能够感受到金色师父和全球慈济人对辽国的抚慰和祝福，所以他在发放时特别巧思的想附上泰文的近思语和近思本草引说明，希望让看得懂泰文的辽国人能够透过网络搜寻更了解慈济，更能打开心门。这给了泰语笔译团队跨国共植福田的好机会，笔译因缘，好因好缘，跨国加成，一切都在高雄线上读书会。好事邀约大家一起来，诚心邀约线上全球的书友和我们一起成为下一位最佳好主角，幸福一起来。只有拼出来的美丽，没有等出来的辉煌，走进来写下来，感动就是当下最美好的自己。最近刚好有个自我介绍的机会，简书毫不犹豫地拿出秋雨师姐美编好的善效应介绍自己，因为这是搭配慈济面霜最美的盛装。最后诚心祝福高雄线上读书会生日快乐，您的过去我们来不及参与，您的未来我们一起好运连连，好事接连，久久长长愿力行，祝福高雄线上读书会生日快乐。好，感恩。好，那直接到我们的泰国，就是我们的秋玉师姐哈，她说姻缘真的很奇妙，她的眼睛真的还Q 到她我就停止哈，就是她的眼睛其实是要休息，年纪也大了，所以呢，但是呢，却因为来到我们高雄线上读书会，她现在加入的善效应美编，她还增加她的设备，好，掌声欢迎，来，好 ，OK 了。是，大家好，我是高雄线上读书会善效应的美编彭秋玉。首先要跟高雄线上读书会说一声生日快乐。高雄线上读书会已经9周岁了，过去的七年多我来不及参与，但是啊，之后的一年半左右，我却天天与高雄线上读书会朝夕相伴。哎，高雄线上读书会不是一周只有一次吗？为什么我会跟他朝夕相伴呢？其实过去，自从我加入之后，好像读友们的投稿忽然就变多了。七年多，之前的七年多，总共的文稿加起来是20万字，可是啊，自从我加入之后，短短一年多，总共已经累计将近700篇，36万字的文稿，平均一个月要整理2万多个字，一天700多个字，所以说我每天跟线上读书会朝夕相伴，一点都不为过，对吧？这些投稿我除了做成美美的图卡之外，从去年5月开始啊，我还应公传的要求，结合文字上传到公传的近思园地，到现在哦，已经将近500篇了。那如果36万字大家都用共同的背景，那是不是很单调呢？其实我们每年有一个不同的背景，那特殊的活动，比如说周年庆、云端读书会、与上人温馨座谈，这些都会另外做不同的背景哦。所以到现在为止，总共做了13种背景，另外还有传法锤训人才系列。
啊，这个文字呢常常是跟善效应是重复的，如果是重复的就不计入文字的统计当中哦。除此之外啊，美云老师还三不五时的会有特殊储卡的需求，这些都是，当然还包括今天的背景啊，马上公传呢、啊、就会帮我们完成高雄线上读书会专属的网页哦，也就是说19种语言的笔译后制网页马上就要上路了。我需要投入的时间跟精力也会更增加，我没有很厉害，时间也没有比大家还多，但是回头看看过去一年多来跟高雄线上读书会朝夕为伴的日子，哎，自己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只能说数字帮我说了话，我在疫情期间时间没有白过。啊，欢迎有美编经验的人一起加入，啊，一起做笔译后制的工作。您只要开始了，相信您也会变得很厉害哦。最后啊，我要用泰文、英文跟中文跟高雄线上读书会说一声苏三万个卡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感恩。好，非常感恩。哇，数字真的会说话哈，所以。真的，我们总共这样累积的是56万字。我们的时间长一直在放音乐给我们听，因为为什么他？因为我们时间超时，所以他就一直要放音乐提醒我哈。所以在这边地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一个感动哈。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简办有没有全体肃立？全体肃立，这个想法是来自哪里？真的。